最佳接吻奖得奖的是安心亚张轩瑞狼王子。导演巧妙的安排与阳光及纯白床单下亲吻，更显男女主角自然干净且单纯的爱恋，象征纯洁的爱情在光合作用下逐渐发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轩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心亚。对，这个奖真的非常的特别，因为我们付出了非常多次的，就对，对，亲超多次。对，所以我首先我想要谢谢三立、庄子富，还有大家就是为这部戏的对这部戏的支持，还有对我们的支持，就我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。我谢谢三立，然后谢谢庄子富，谢谢升华，然后谢谢所有的长官，还有为这部戏付出的所有人，然后谢谢导演，谢谢狼王子所有辛苦的工作人员，因为这部戏真的很辛苦，我们爬山涉水在这么艰辛的状态下还可以亲得这么自然，算是很不容易。然后也谢谢所有的狼粉，就是在即便现在剧播完了还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跟喜爱，所以为了不辜负你们，未来如果有机会我们会亲得更热烈。不如择期不如撞日吧，就是华剧大赏一贯的惯例，就是得了这个奖现场都要示范一次，示范，好险没有。而且其实片场比较辛苦嘛，这个现在现场有冷气啊，又穿得漂漂亮亮的，灯光都打得好。他会石化哎？啊？没有，我现在已经石化了。没关系，那如果他石化，那心雅你就主动一点吧。我们现在欢迎的是狼公主。是因为跟狼王子在一起就变狼公主了。哎呦，好了，倒数三。谢谢两位，谢谢。让我们重现一下现场的感觉哦，真的好天真之哦。我们刚才在这想说，哎，他们会不会亲？我们要不要拱一下？拱一下，拱一下啦。好，那就按照惯例，就是这边亲过了，主持人也要。嗨，谢谢。接下来要颁发的下一个奖项呢？我们先。好了，谢谢两位，也谢谢两位漂亮的颁奖人。谢谢，恭喜你们。小心走，小心走，赏心悦目，太漂亮的画面了，光是这样看走下去都觉得很开心。嗯，轩瑞很幸福哦，很大方耶，一个男生配三个女生，三位女神，女神级的，女神级的，自立，好的。